像这些疫情，其实有很多行业都萧条，我们没有摩擦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在解来跟你消灾解厄的，不像早期那个在偏乡或者山上才有庙宇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大概我们市区的话500公尺就可以看到一家庙，你看这么多，为什么会这么多？